频，腾讯视频。这里是腾讯视频2022年怎么办脱口秀专场收官现场。我们携全体编剧，给全球腾讯视频会员朋友们拜年了。经过一整季的努力，我们终于录完了一整季。这一季轻轻松松宇宙最强编剧部历时整整半年，终于度过了6个月。过去的9期我们走入了各个行业，分别是行业一、行业二、行业三等行业。我们走进了公安局，是自愿的。我们走进了民政局，不是为了离婚。我们走进了烧烤店，又走了出来。我们还走进了录音棚，别的慌。就正如这美妙的歌声中所唱的，我们一直秉持着绝不憋着的精神，因为憋会让人心情抑郁，憋会让人气短心慌，憋会让人大脑缺氧，憋它就是甲鱼。啥呀？哎，程璐啊，说到憋啊，咱们今天还没说今天的主题呢。哦，对哦，庞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今天专场的主题是别憋着。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够一吐为快，也可以自由自在。当然最重要的是啊，最重要的是，哎呀，哎呀，哎，有请李诞。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最后一期，哎，这个节目一路坎坎坷坷，终于要收官了，必须要收官了，因为脱口秀大会要开始了。朋友们，无缝衔接脱口秀大会第5季啊，我们这一季节目下来霍霍了各行各业啊，今天收手了，不具体霍霍哪个行业了，我们霍霍所有行业啊。这天主题叫别憋着，有什么糟心的事呢就一起给他聊了。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非常敢吐槽的几位嘉宾，作为大家的这叫什么互联网嘴替啊。我们这个节目说了一季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答案找到了，还得是办吐槽大会啊。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苏醒。帅，15年前。我现在介绍您都跟介绍搞家具一样。15年前快乐男生出道啊，这15年呢苏醒过得并不是很快乐，一直在试图翻红，也一直没有苏醒啊。
苏醒，今年苏醒了，今年参加了两个团综，都是今年的高分综艺，看了吧？啊，一个8.5分，一个9.6分，哇，非常厉害，还非常厉害。那个团综呢，是6个当年的快男组成了再就业男团啊，做了这么高分的节目，但是呢，那个节目红的也都没有来，红的呢正在就业，哈哈。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刘烨。也属于翻红。其实那个刘烨姐一直都很红，不能算翻红，只是今年因为梦华录啊，因为梦华录被大家惊讶的发现，哎，这哇，这个演技这么好，原来啊，这个角色呢跟刘烨姐以前的角色还不太一样。以前大家就是调侃说是花瓶什么的，这次呢演了一个杀猪的，哈、啊，力大无穷，可以把男的推下水啊！刘烨是很聪明的，在那个我们刘亦菲主演的剧里，美貌这条路呢已经被堵死了，只能靠力量了。啊，下面一位嘉宾，王萌萌姐。你这。他的眼睛就是吃，看我一眼就知道啊，任意的万岁啊！王蒙一来，吓得称呼啊王冕都躲了起来。我们蒙姐是典型的不憋着的代表，之前跟黄健翔老师结束比赛的时候，然后黄老师插不上话，那个黄老师憋得相当难受。来了我们这个节目抱怨了很久，这次呢萌姐来是吧，让黄健翔老师再次无路可走。今天在现场近距离仔细观察了一下以李诞为首的众多脱口秀演员，你像犯罪团伙似的，你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如此热爱和执着，因为以他们的颜值，如果不是干这个，哪有这么多年轻漂亮姑娘追着他们看呢？大家好，我是体育解说黄健翔，很开心啊，来到今天的体育专场。听说咱们的节目名字叫怎么办脱口秀专场，作为一个足球解说我还有点不适应，怎么办后边不是应该接的中国足球吗？咱先聊点开心的啊，年初我跟萌萌一起解说了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啊，你们说了很多次我跟他搭档解说，8个字形容，男女搭配，男的不累，因为他确实很专业啊，而且气场很强大，而且很容易激动啊，他激动地说，我的眼睛就是吃，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不用看回放了。我在旁边看着他激情咆哮，满眼都是自己20年前的样子。原来我当年给那些搭档这么大的压力啊，利用李诞这个舞台，我要向当年所有跟我一起搭档解说过的同行们说一声对不起，我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再后面呢，最让我激动的一次解说就是咱们女足亚洲杯战胜韩国夺冠的那场比赛，当时我激动的哭了啊。其实呢，在决赛之前我在微博上就说了，咱们打日本的半决赛只要能踢赢，决赛很大概率能拿冠军，果然被我说中了吧。所以呢，网友都说我是预言家，然后又说那您能不能给咱们中国男足也预言一下，我欲言又止。
这么多年大家对男足的情绪这么大，我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呢只是情绪的宣泄，没有说到点子上。我来替男足说两句，中国男足真正的问题是基础建设太差，足球场太少，真正参与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非常少。别看越南人口只有9700万，可是常年踢球的孩子有十几二十万，中国人口有14亿，常年踢球的孩子有多少呢？就是这点孩子恐怕将来都没有地方踢足球了，因为足球场现在都被玩飞盘的给占领了。但好消息是，中国的飞盘赢在了起跑线上。越南，你们的飞盘完了。在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下，女足能够拿到亚洲杯的冠军更显得难能可贵。所以呢，我在微博上提倡给女足加薪，按照男足的标准双倍给女足发奖金啊，大家也非常支持。我觉得用巾帼不让须眉来形容女足非常贴切，不像我们的男足，这须眉除了不让巾帼，其他国都让。虽然骂男足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心疼他们。现在男足普遍被俱乐部欠薪8个月到1年，所以现在他们踢得差呢，我们也能理解。现在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最可贵的，不就是互相理解吗？啊，我们能理解你们踢得差，所以呢，希望你们也能理解大家骂得很。这么多年啊，男足天天被口诛笔伐，成了全国人民的出气筒，互联网世界最软的柿子。其实换一种角度呢，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男足，要是没有他们，你们也听不到这么多好笑的段子。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别光骂男足了，也夸一夸女足。如果骂男足有用的话，要女足干什么？爱之深则之切，虽然吐槽了这么多男足，但其实呢我是最想让他们踢好的那个。希望大家也能理性地看待他们的输赢，尊重足球的发展规律。我们国家的足球想更好，必须要有更多的足球场和更多的青少年的参与。所以现在假如你的女儿想去踢足球，让她去踢。如果你儿子想去踢足球，咬咬牙也让他去。最后呢，我还想说，我干解说已经20多年了，除了足球之外，说过田径、游泳、跳水、冰壶、滑冰等等等等，解说的项目越来越多。但是呢，我越来越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说足球，毕竟呢，解说足球的时候，我的眼睛也是尺。谢谢大家，我是黄健翔。我以为他说到最。好，大家好，我是艾伦苏醒。我说快点啊，别一会儿说到一半人就凉了。很开心啊，来到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的收官夜，非常兴奋，很久没有参与这种大成本大制作低评分的综艺了啊。李诞诞总啊，搞团综其实简单的很，你们得先红再糊掉才能做团综啊，不能上来就直接做，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努力的糊一把，加油，你们肯定可以的。我们那个节目能成呢，因为我们六个人都足够的糊啊。别人做节目时刻都要考虑，哎，这是可以说的吗？这是可以说的吗？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彼此的黑历史那是光光的往外说啊，毕竟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顶多失去彼此。什么张远做婚庆歌手啊，苏醒砸电视啊，王栎鑫离婚呢，说了个遍啊。当然你们也天天说离婚了啊，这点算是学到皮毛了，就差一个砸电视的婚庆歌手了，王冕看好你哦。
好，看了我们节目的观众都说呢，很难得在一个真人秀里看到有真感情的嘉宾。那可不，我们几个都是一路落魄过来的，感情相当纯粹啊，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因为根本没有利益。名气大的那几个啊，张杰啊、魏晨啊都没来，很遗憾，他们这几个一直红的人就这样错过了翻红。内娱呢这几年比较流行复古啊，因为现在实在没什么好东西啊，有好东西谁还看老东西啊，包括耀庆哥啊。哎，比如说现在的音乐啊几乎没法听啊，我这个老东西的机会就来了啊，有一首歌叫破亿，之前上了热搜啊，是吐槽影视圈的，那我唱两句啊。啊，大概就是开机被刷屏，一部烂片又破亿，朋友圈里的圈里人在相互作戏，好像不跟着点个赞就会被唾弃，谢谢。是不是还可以啊？这是我5年前写的，我现在才找到机会打歌，我手上还有80多首歌可以打的啊。这些歌都挺有表达的啊，不光吐槽影视圈的，还有吐槽音乐圈的，吐槽 idol 的，仗狐行凶嘛，就只要你足够狐，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啊，想喷谁就喷谁，我那不是简单的狐，是喷狐。当年的内娱呢还是很精彩的啊，我们当年比赛唱歌是要全开麦的，虽然有瑕疵但是真实，现在别说全开麦啊，半开麦已经是很努力的哥哥了，更多的是假唱，挂个 tune 啊，自己不出声闷声发大财啊，居然连脱口秀演员都要来假唱，哎，就你们那个什么团歌啊，什么别憋别憋别憋，就那么几个字还要对口型，还对不准。假唱啊也是有门槛的，不是人人都能假唱5分钟的好吗？现在的 idol 呢就是被包装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完美的像个假人啊，他们只活在自己的广场和超话里。有一次我看一个 idol 发微博，头5分钟啊只有10几个评论，第6分钟咣的一下干到3000，你不这不扯呢吗？要所有人都蹲那儿踩点给你评论是吗？我从头盯到尾，我跟你说除了我没有人那么闲啊。那有人就说了，你天天盯着微博干嘛呢？我在微博趴活啊，现在好多节目都说要你要苏醒啊，就连披荆斩棘的哥哥你要名单也有我，就没有一个实邀的。我就不明白啊，就你看我现在啊，没活档期多，没咖位配合度高，没市场不涨价，我只想对这些节目组说，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你明天找我也可以啊，后天我就怕你记不起。还好呢，感恩啊，脱口秀节目没有忘记我，又找了我一次 ，Thank you very much。我现在是有活就干，有台就站。我知道，我可能还会再糊，但我不在乎。哎，双鸭 skirt。其实说个心里话啊，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糊。万一你们糊了，再做出个爆款的团综，就再也看不上我了。谢谢大家，我是苏醒。厉害厉害！这种阵容，天哪！我好激动啊！我好激动啊！厉害厉害，兄弟，很厉害，兄弟，当你小心。厉害厉害！一二，是。感觉吐槽大会回来了。我们团综也是有胡咖的，行哥，我们团综有胡咖，而且呢接下来马上可能就要办婚礼了，你们那个婚庆歌手啊我们也用得上。大家好，我是王耀庆。
上个节目而已呢，怎么就把公司送给我了？感谢感谢我的好员工李诞啊。很开心来到怎么办专场。李诞之前说这个节目很难做，现在真的请嘉宾很难。这有什么难的？是你们不会。请嘉宾只需要把人逼到墙角，然后跟他说，别说话，来说脱口秀。今天的主题是别憋着，那我就直说了啊。其实我不想当霸道总裁了，因为我不想再穿西装了。我现在到哪儿，大家都要求我穿着这个整套的西装。今年有多热啊！还要求我穿全套的西装，因为大家都说啊，霸道总裁就应该穿西装啊，这是众望所归。对，你们是众望，我众属。所以今天这条短裤就是我最后的倔强。而且制作单位非常过分啊，不仅要求我穿西装，还要求我穿着西装跳舞。跳来跳舞有什么好看，跳舞有什么好看的。到哪儿都说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跳舞有什么好看的。实在是啊，这个干我们这一行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对，没有办法。好，好，这个西装也穿了，舞也跳了，现在要言归正传。好的，哎，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慢综艺啊，叫这个《追星星的人》啊。怎么说呢？这个慢综艺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每天早上4-5点就要起来化妆，然后自驾赶路，一天开几百公里，然后到了晚上呢，好不容易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个时候导演说，快点出来看，星星出来了。我都崩溃了，导演，早上4-5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关键呢，就是我出场特别花时间，因为还要穿3件套的西装，真的很费劲。那个节目呢，不光有我，还有我亲爱的学长吴奇隆，两个人加起来今年刚好满100岁。其实根本不用抬头看星星，我们两个坐久了之后，只要站起来，哎，就看到星星了。你说人到中年这么久了，追随什么潮流呢？前一段时间听到身边几个年轻人在一块聊天，说哈，还在玩剧本杀、土包子，现在都玩飞盘。听到这个话，我就默默地把我的大富翁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象棋旁边。对，当然了，我觉得年轻人呢，这个追求这些流行的这些玩意儿呢，就是包括露营啊、飞盘啊，那是为了合群，对吧？有同侪压力啊。但你要说十几年前，你说我去野外住一晚，人家肯定觉得你有毛病吗？啊，在家待着多好呢，有空调、有电视，关键还有象棋。我跟你说，我下象棋的时候特别霸道。动不动我就跟人家说，别说话，将军。而且现在关于什么娱乐圈有一些人设啊、标签啊，比如说什么吃货、毒舌、人间清醒，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的。当然了，现在连我也不能免俗，也有标签。
我在前两年一个戏《下一站是幸福》里面演过一次别人的舅舅，在剧里面各种怼我的外甥女，不惯着她，观众说怼得好，说我是国民舅舅，我惊了，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得这么细啊！老公负责挣钱，舅舅负责治病，二舅专治内耗，大舅专治矫情。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很多事情会看不惯，火气就会有点大啊。看看我们刚刚苏醒，骂流量，骂 idol， 哎，这个苏醒啊，你消消气儿啊，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骂也没用，我就跟他们说啊，就烦死他们，怎么样啊？恋爱了没有啊？被拍到了没有啊？实锤了没有啊？热搜撤了没有啊？续弦了没有啊？其实说了这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不表示我不能够理解，我当然理解啊，在很多事情我内心都是理解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对吧？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呢，让自己舒服一点，愿意露营的就去露营，愿意玩飞盘的就去玩飞盘啊，不想穿西装的就不要穿西装啊，愿意跳舞的那就跳会儿吧啊，谢谢大家，我也不憋着了，再见。